转载自百家号作者悟空奇谈。因为勒布朗詹姆斯的加盟，湖人的关注度得到显著提升，但争议声也随之而来。此前就有多家媒体重排了湖人的历史球星榜，詹姆斯的位置多在前三之列，远在科比之上。在露天看台 BR 台出的榜单中，詹姆斯甚至成为了湖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比魔术师约翰逊更胜一筹。为此，科尼库兹马就曾公开在社交媒体上为偶像鸣不平，称这份排名有失公允。他们根本没有分清湖人球员的历史成就和球员湖人时期的成就这两者之间的差别。23vs24是 NBA 历史上最有话题性的对阵之一，但因为伤病以及种种阴差阳错的巧合，科比和詹姆斯始终没能在总决赛遇见彼此，这也成为了球迷心中最大的遗憾。如今詹姆斯加盟湖人，球迷群体中又兴起了另一种呼声，他们希望科比能够复出，携手詹姆斯为湖人夺得更多的总冠军。在2016年刚退役的那段时间里，湖人名宿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直至变成了核豆比比。不过近些日子，科比的身材似乎又瘦了回去，导致许多球迷猜测他在恢复训练，复出的留言也是甚嚣尘上。事实上，科萨瓦尼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回应过复出的问题，他表示科比如今很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他喜欢陪着女儿，并没有复出打球的意愿。对此，湖人老板珍妮巴斯也表示他不会逼科比非得做出什么选择，但只要他有这个想法，球队将会全力支持并且实现这件事。1978年出生的科比现年40岁，虽然他的偶像迈克尔乔丹也曾以38岁的高龄复出，并且坚持了两个赛季方才再次退役，但乔丹的职业生涯并未遭逢大伤，而科比却曾受到了跟腱撕裂的重创，复出的可能性实在不高。如果 23vs24 没能实现的话，那么23加24也存在于梦中就好吧。